老婆，老婆，好消息呀、啊！哎呀，哎呦，你能有什么好消息啊？嘿，我告诉你吧，我爸找的关系啊，起作用了。今天我们局长找我谈话了，要给我予以重任。不会是你们局长要升你为副科了吧？副科？那倒没有。我们刘处长说了，这次任务只要完成的好，就有可能升副科。不会又是像上次疫情过后那样派你去挨家挨户敲门找人谈话给人门口贴封条吧？我可告诉你啊，西二傻，这回你要是再让人扔一身臭鸡蛋，你可别进这家门。哎呀，老婆呀，不是，这回这任务可重要了，接待侍卫专家组。侍卫专家组是那个来调查这个病毒源头的侍卫专家？就是他们，没错。怎么样？你说你们领导为什么派你去接待他们啊？那我爸找的关系硬呗。得了吧，你爸要是真关系硬，能让你现在还混不上一个副科级吗？嗯，那为啥这回让我接待侍卫专家呀？你想啊，这明知道查不到病毒源头是什么，他还要来，这能是聪明的人吗？这帮侍卫专家我看也是二傻子，派你这二傻子去接待啊。哎，你们水平相当，沟通无障碍。哎老婆，你这么说我和侍卫专家就是平起平坐了。嘿，喜小平啊，喜小平，我看你还挺高兴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就嫁给你了呢？要不是当初别人跟我说啊，你姓是跟习大大姓，名是跟邓爷爷一样的名儿，日后准能飞黄腾达，我能跟你结婚吗？哎呦，看着你我就来气的笨的呀。哎呀，老婆老婆，你别生气嘛。咱们家呀，你是第一聪明，那我是第二聪明了。要不这么着得了，我这儿呢有这个侍卫专家组的接待行程单，你再帮我把把关。这次能不能升副科呀、啊、就搏这一回了。你等着啊，我给你找出来，你帮我看看。可重要了，哎，在这儿呢，你看。一考察中西结合医院和金银潭医院。对，这个医院肯定没问题，这些医生护士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们都给安排好了，而且啊，那些病人的那些病历啊都重新写了一遍，绝对不会出问题。二参观华南海鲜市场和白沙洲市场。嗨，这个呀更不会出问题了，这些市场都已经改天换地了，而且里边那些做生意做买卖的都是群众演员，我们可以保证让侍卫专家只能看到我们让他看的，让他听到我们让他听到。嗨，用得着这么麻烦吗？要我说呀，这帮侍卫专家不是真傻，那就是装傻。你们呢，就敞开让他们查，看他们能查着什么，他们敢查着什么。哎，我说老婆你聪明呀，我们科长也这么说的，说他们就是公款旅游团。你看，你看，这，你看，这还有旅游景点的行程。那当然了，这是必须的，这吃好了，玩好了，这回去之后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嘛，才能感动世界呀。哇，老婆你说的太棒了，不行，这句话我一定要记下来。哎呀，说的太好了，太重要了。讲好中国好故事，感动整个世界。这么着，你们呢再找几个群众演员啊，演这个民意代表，替我们武汉喊喊冤。什么武汉病毒啊，这是赤果果的歧视。哇，老婆绝顶聪明啊，我们局长就这么说的。我们局长说啊，已经跟侍卫专家通过气儿了。你看前两天，侍卫代表已经放话了，说这个武汉病毒源头啊，有可能是东南亚。什么？东南亚？哎呦，你们这造假造的也太让人出戏了！这么多年，这党媒党报是白看了。这造假的艺术性就在于要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人家才会相信呢，知不知道？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听着挺有道理，不明白。你真是要气死我啊！哎呀，太笨了，真是。哎呀，老
老婆，你别生气嘛。而且这次我们局长还说了，说有可能有外媒记者，你说这可咋办呀？哎，外国媒体。对呀、啊。这要是让外媒看出在演戏，捅到国际上去。哎呦，那咱党，咱武汉，可就丢大脸了呀！什么呀？是你的副科级就泡汤了，这可不行啊！啊？哎呦，这可咋办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咱党这个先进性和科学性，不就体现在心黑脸皮厚吗？这么着，你们啊，在这个世卫专家要通过的路上都给设上路障，把这个外媒记者都给隔开，这隔着几十米远，看他们还能采访到什么。对，就这么办。哎，不行，万一他们要找上头投诉去怎么办呀？哎呀，你傻呀，你不会想个办法，你就告诉那些外媒说之后再召开记者会，不就把他们稳住了吗？记者会，不行。那要是被他们问到不该问的，那可就捅大娄子了。这个就更好办了呀。这么着啊，你呀、啊、今天晚上别睡觉了，好好学习一下咱这断交部是怎么应付外媒的啊。啊，看一晚上断交部发言呀。小西啊，你这一次的接待工作干得不错啊，不要骄傲啊，继续努力。还有啊，小西，你对近一段时间香港的某些人呢、啊，是一门心思的要移民英国，是怎么看的呀？哦，这个吧，我是觉得呀，现在咱中国的形势是一片大好啊，这疫情可防可控。你说这些人不在香港待了，去病毒肆虐的英国做二等公民，切，那不是二傻子吗？哎，局长，我倒觉得小席是这次大会的最佳人选。哎，小席，现在在北京啊，正在召开一个全球爱国华人二等公民自我感觉恶劣诉苦大会。哎呀，我们局啊，也别要求派人员去观摩学习，我们也要用我国与他国疫情现状比较，逐渐引导海外华人深刻地意识到作为二等公民的悲惨，让他们自我感觉恶劣的来，感觉痛不欲生的走。小邪，这可是今年爱国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活动哦。可是现在去北京，那北京正闹疫情了呀。你要不信谣不传谣，北京现在的疫情是可防可控的。哎呦喂，处长啊，这些话都是咱们说给老百姓听的，那能当真吗？哎，你这……哎，刘处，小齐啊，本来呢，你那个副科级职称申请啊，是应该今年下半年才能够递上去的，但是如果啊，你在这次爱国思想教育活动中能够表现突出的话，那我们局里完全是可以酌情破例提前把你这个申请给递上去。啊，刘处长，啊，这样吧，你明天你就把小徐那个申请给递上去。好。那去，我明天就去北京。这是明天早上8点的火车票。
哦，那好，那刘冲，明天您别忘了把我这个妇科的申请给我递上去啊。嗯，行，那局长、处长，我先回去收拾收拾。行，哎，一路顺风啊。好好好，走。北京的金山上，老婆呀，我这次从北京回来呀，我就是习科了。哎呀，老公啊，嗯，你这回去北京可得扛住了呀。切，这你担心什么呀？我这身体壮着呢，不会感染的。得了吧，我呀是担心你扛不过这隔离。切。你知不知道啊，现在这隔离不光是要做鼻拭子、咽拭子、血清检测，还要做肛拭子啊，还要做肛拭子。哎呦，那可怎么办呀？我不是聪明吗？我有招啊。哎，我跟你说，他们要是来给你做检测，你呀、谁呀、来了，你们是做肛拭子测试，去床上趴着。I'm clear, I'm clear。摸？不要摸。I'm clear, 旅游来的思密达。小样的，是听说韩国人向大使馆投诉不用做肛拭子了是吧？最近像你这样装韩国人的多了，我现在韩语说的都溜溜的了。赶快，少废话，赶快趴着。I'm clear。阿拉斯，想屁都这么臭，你是政府官员吧？小样的，这次没测好，再测一次。同志们，上个月我局的习小平同志代表我局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华人爱国二等公民自我感觉恶劣诉苦大会，成绩斐然呐，受到了国家防疫中心的点名表扬，党组织部特令嘉奖，提升习小平同志政科局职称待遇。下面呢，就请习小平同志为我们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来自全球各国的海外华人分享了他们在海外做二等公民的血泪史，有的吃不上热干面和螺蛳粉，被迫只能吃牛肉和海鲜，有的买不到山寨手机，被迫只能用 iPhone 等等等等，罄竹难书。听到海外华人的悲惨遭遇，我深深地感到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是太崇高太伟大了。在我们厉害国，外籍人士作为二等公民可以免于肛拭子，而对我们这些一等公民却绝不放过，这是怎样一种国际主义精神，大国气量。为了响应爱国主义精神建设，也为了进一步提高病毒检测准确率，我向国家防疫中心建议，在肛拭子的基础上再增加肺拭子检测，用微创技术在肺上直接取样甚至切片，务必使检测准确率达到100%，绝对不漏掉一个罪犯。不对，病患。以上是我的爱国思想学习汇报总结，与同志们共勉。另外，我已经向国家防疫中心申请，在我局进行全球首例肺拭子检测试点，尊敬的领导们、同志们，敬请期待。嗯嗯嗯。